สวัสดีครับ泰国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朱赞景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一直期待着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契机去泰国跟你们见面终于我们要见面啦非常期待在我的第一次曼谷见面会上能见到大家12月21日我们在曼谷 Ultra Arena Show DC 不见不散